东森特卖会一定要优惠。我是祥亮，我是 Julie。 又到了我们皇都创意生活馆的时段了。那么我相信最近大家应该听过一个叫做慢活生活的运动，也就是说呼吁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时候呢要停下脚步，细细的品味欣赏您身边一些美好重要的事物。而今天为您呈现的这档商品呢，就是符合这个潮流。我们已经推出的是来自于韩国原装进口的 Kuvings 的果汁慢磨机。陈亮错了啦，错了，不是啦，哦，它是冷压活氧原汁萃取机呀，多么还有深意，而且这么多功能，这么的富丽堂皇的名字。我们再讲一遍，它是冷压活氧原汁萃取机。其实呢，这样讲起来，有顾名思义，就觉得这个商品呢，绝对我们生活上面会有很大的帮助，对你身体健康呢是一个好帮手，对不对？而且呢，这台机器呢一推出就获得呢美国的这个消费杂志的鉴评，它现在是全美呢 number one 第一名的，真的是 number one 亚斯楼juicer。OK， 好，那我相信对于这个所以消费者来讲可能比较陌生，那当然我们先讲一讲说到底这个产品，就是它讲名字讲冷压活氧是真的有这样的效果吗？对，我们呢特别呢要为这个爱美的女士来推荐，因为呢其实很简单，您只要一天喝一杯有我们这个冷压活氧的这个原汁萃取机的这个新鲜的果汁呢，好好哦，你可以呢减少您的体脂，还有可以瘦腰身，同时还有净白肌的效果，还可以清肠道，哎呀太厉害了。对对对，那就是说由内而外，完全由内而外的内在美，我跟你讲，全线的呈现出来。女生当然着重是要美丽啦，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对所有的人而言，真的身体的健康排泄正常都是从它而来的话，真的很需要的，非常的重要的。其实呢我们常常听到呢，不管是营养师，同时还有是医师，都告诉我们说每天八蔬果，对，八蔬果，每天哦要八种，你看就是这么多，对，八蔬果哈。可是陈亮知道真的难做到哦。我想你就吃素的话你知道了，可是问题说真的吃的可以吸收得了吗？你把它勉强的吃下去的话，我告诉你，经过统计，我们一般的人的话呢，吃完这么多的八蔬果，一大盘的八蔬果，它是需要经过4个小时的时间来去消化、吸收、消化，然后消化完才吸收，才吸收。消化完以后呢，您只能吸收到17%。哎，可是这样讲起来，我就把它打成汁喝就好了，对了，对不对？对，经过这个原汁冷压萃取完以后所喝，我们就把它喝下去好了。经过人体的话，它可以100%在15分钟之内完全被消化跟吸收。经理跟你说，比吃维他命还有效。对，而且是纯天然的，纯天然的，完全吸收的。对，那我刚才也讲了，那我就用一般果汁机打一打就好啦，是不是？这更有学问了啦。我们都知道哈，一般的果汁机它就是用一个快速的旋转刀，它快速的旋转呢，去把这个蔬果呢变成果汁。可是在它这个快速旋转的过程中，所有的养分呢都被全部呢氧化掉了，所以说是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呢这个一般果汁机所榨出来的一杯果汁，没有几分钟以后，它就分成两层，对，上下完全分开了，下面是渣，上面是水，对对对，它就是因为氧化了，所以说营养完全都流失了哈。其实我觉得蛮可惜的，而经过这个冷压，它一定是要冷压，因为刚刚还有讲它的快速的话，那个马达油很热，热哈，所以它经过破坏了养分，所以要经过不但要冷压，同时要慢慢磨，好，慢磨所出来的这个果汁的话，您可以100%的保持到这个蔬果的颜色哦，颜色连颜色它都完全保持住它的养分，同时呢。原汁原味，口感，而且口感是非常的好。对对对，我很怕喝到果汁，真是两遍式的。对对对，那真的是满的。所以说，这两杯果汁，一杯是普通果汁机，一杯就是慢磨机所磨出来的这个果汁
怎么样？你要喝哪一杯？我相信各位观众都知道，一定要喝原汁原味的嘛。对，而且我们真的是慢工出细活，它的效果真的是可以看得到。它也是并不慢，只是说它这个原理来讲的话，它可以出流出大量的果汁，所以说它经过一推出的时候，完全备受欢迎，而且呢，韩国巨星呢金喜善呢代言推荐它，是，而且听说全世界都受到热烈的支持跟欢迎。好，但是它的原理就是说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可以做成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其实我们今天呢推荐的这一台它之所以可以再被这个美国消费者杂志鉴评为 No.1 就是说它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专利它是目前唯一所有的这个慢磨原汁机里面呢口径最大的它的专利口径有多大75个厘米75厘米对对对我们可以看它是目前一颗苹果整颗一颗苹果您可以减少切的时间对所以减少 prepare 的时间而且它完全没有被氧化对整个就进去唯一是一颗的水果苹果可以下去所以它是大口径它的容量非常的大而且它的流量也很顺畅同时它所压榨出来的这个果汁的量呢特别的多那还有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我们知道一个好的机器马达是非常重要的对它的心脏它用的马达的心脏呢是现在最好的低吸直流而且呢是静音马达它用的这一款马达比一般的慢磨机大概呢它的 power 多30%到40%同时它的静音呢效果呢是50%哇连早晨猫咪狗狗在睡觉都没有感觉好几杯的这个慢磨机都已经完成了就都已经完成了这个也很好这个也很人性化而且很现代感是的但是它的使用的刚刚讲一颗苹果之外它的硬度什么都可以做吗真的是很棒啊像坚果啊坚果好你一般的坚果啦甚至于说一般的这个干果啦核桃啦葡萄籽啦我们这边什么胡萝卜甚至于说菜叶菜叶我们都可以呢蔬菜果汁机完全呢研磨成原汁原味那讲到这里我们华人最爱喝的豆浆用黄豆也可以吗当然可以了它可以做豆浆同时呢很酷还可以做什么做 smoothie好简单哦你只要把一般的这个所有的新鲜水果放进去加一点鲜奶它就是 smoothie 了告诉你哦比吃维他命还有效而且有这么多身体的好处男男女女有一对女性观众朋友而言呢真的是美容养颜净白肌对对对对对而且呢有这个手摇身对对对而且呢又方便是而且就这样呢100%的不流失营养分对好重点来了今天的我们的售价要跟大家提供什么天大的好优惠呢这个其实呢就是全美都是统一最低售价399没得讲399是不错了我相信这个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其实网络上价钱跟韩国价钱差不多这样但是我们东森特卖会就是要优惠来拜托来了给我们一个好价钱让我们观众朋友也享受这种健康的好礼物真的哈、跟大家结缘想要你健康又美丽咱们就这么办329漂亮现成70元所以赶快行动拨打电话限时限量买到赚到哦东森特卖会一定要优惠我是陈亮我是 Julie 又到了我们皇都创意生活馆的时段了而今天为您呈现的这档商品呢就是来自于韩国原装进口的 Kubins 的果汁慢磨机陈亮错了啦错了不是啦哦它是冷压活氧原汁萃取机哇我们还有生意而且这么多功能其实我们今天呢推荐的这一台它之所以可以再被这个美国消费者杂志鉴评为 No.1 就是说它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专利它是目前唯一所有的这个慢磨原汁机里面呢口径最大的那还有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我们知道一个好的机器马达是非常重要的对 它用的马达的心脏呢是现在最好的低吸直流而且呢是静音马达它用的这一款马达比一般的慢磨机大概呢它的 power 多30%到40%同时它的静音呢效果呢是50%哇连早晨猫咪狗狗在睡觉都没有感觉好重点来了今天的我们的售价要跟大家提供什么天大的好优惠呢咱们就这么办329
漂亮现成七十元，所以赶快行动，拨打电话限时限量买到赚到哦。